我搞不好最近会有一天的下午开不了台哦，我觉得我的体力好像真的快透支了，感觉要去医院打点滴什么的。我本来不是说啊，最近早一天看眼科，可是我睡醒之后就开始吃个早餐，看个影片，然后开始剪片，就剪到刚刚。今天睡到10点了，我就用了快4小时不知道干嘛。查看厕所。今天准假，准白痴哦，准，要准是礼拜四吧？赏金逮捕人，赏金逮捕。上次就是这个啊，白痴，借这什么打火那个。打火手，就还有角色死掉，确保领地安全。那、啊、你不去休息干嘛？看我。水源哦。对啊，就是礼拜四晚上没有怎样啊，所以才会跳礼拜四啊。好多呢。
我们变十二个星了啊！天哪，我真的会玩这款游戏吗？干嘛？这把武器好难用啊！我的天！不是啊，我的车坏啦，外卡崩砸。先回去，先回去。哎，没坏啊，啊，怎么刚刚？咦？吓到谁哦？等一下再来看，现在没空看。可是可战资源不需要。
看看啊。嗯，看一下哦。好了，可以来问安了。有谁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一亮安安，小圆安安 ，K A R 安，老鸡安安，开心安安。谁啊？陈佳琪安安，苏静乔安安，文子安安，牛奶安安，北面安安，余娜安安，没了。廖如烟，看一下哦，油还够，哎咻。
那么屌在这边。哎、欸，我车坏了是不是？吧。啊，这个人玩真的是跟 Michael 一样，好没动力，我天哪！没错，我又想换游戏了。要开车，要开车。哎咻！王永成安安。好啦，我不行了。看来我不适合玩这个人，我头又晕了。回到桌面，没有就怎么讲？要练太多角色，搞到我现在头好痛。来吧，我们再来玩麦块吧。最后再玩麦块，还有什么游戏啊？还有很多游戏，可是。开始游戏，哦，有啊，早上也看了一些，就是刚那个游戏要怎么玩，然后去研究一下。看攻略很简单，可是就是，哎，怎么讲？刚刚我不是打红色那个东西吗？那个他们说只要打九个主线任务是九个啊，为什么我打的是十个啊？叶子元恩，好啦，
来听熟悉的歌吧。我低潮快到了，错。片音乐，片音乐，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哦，靠呀！OK， 我回来了，太小声。那这次我们就去往中介走吧，拜。没有想过要去中介啦，就去去看吧。王子，什么？中介总共有五个门哦、喔，我怎么记得只有四个？会不会三个？哦，坐标多少？负，所以我们最近的还是要去零零诶，傻眼。个多少？-4500，不可能。最近的叫-15,15931,4。然后越来越不会看坐标呀。15,15,80,15,080。80?哇，最近的还要这么远呢、欸！想到很早以前有一个，之前跟他寄完的，我们的重生点旁边就有一个中介。黑曜石过去开个门，我们再走回来。啊，黑曜石嘞！好，往哪边走？先走往，先到-15550。北七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还要中介之言，哈？等一下哦，娘，我不能打中文，等一下哦。神职人员，哎，神职人员，神职人员。
不是有几率出绿宝石的哦，不，中介之眼的哦。糟糕，这个，这两个会有是零加玻璃绿宝石，零加玻哦，这两个会有一半的几率出中介之眼，中介珍珠。想到了，绿宝石村民啊，可是这样子楼下，我想说把下面那只村民洗看看，不用重洗啊，就是下面那只村民拼拼看，啊，又送东西了，等一下哦。不是50%的几率啦，三分之一的几率啦。我看三分之一啊，要么是海龟壳，要么是玻璃瓶，要么是绿宝石换中介珍珠啊，那、啊、怎么会是五分之一？直接堵了哦。啊，烂村民！对啦，有11颗还好啦。红石，拉几颗欸。啊，这样子，好，出发。
没带床船哦，烦哦，还有什么要带的啦？气死！气死！起来！1150，1550，0000，0吗？80，0000，这里。哦。
80，哎呦，到了哦。不是我的中介之眼，啊，还可嘞。啊，你蹦贼啊！没盾牌儿，哎呦喂，哪里呀？这里。哎呦！坐标20了、欸，有这么低啊、喔？12？怎么可能？80？哎，我是被坑了啊！不可能再这么低啊！87？等一下。正80啦哦，哦，不要爆，不要爆，不要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啦，这里试试看啦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会直直挖到那个啊？岩浆啊，好恐怖哦！两格好了。你们相信吗？我其实很少在逛这里，我其实根本没什么逛过中介，更何况中介城。
因为这种工作都不是不像不太像是我在做的。哎，我就记得会有嘛。因为通常都是他们逛好之后，然后就都穿本本之后，我才去弄那个，弄什么？弄传送门啊什么的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我打龙很陌生。在哪里呀？这不是我刚走过的地方，然后这边走过了，快到了吧？哎呦，哎，真的还蛮常碰到这种峡谷的，哎，在哪里？未知领域吗？还是哪里？也是这样子。在这里吗？没有啊，怎么
早。干嘛？给我苹果干嘛？这个不是啊。我怎么又变成七个坐标了？傻眼！这耳朵好痛，一五小，身上满啦！哎，火把，哎，祭坛真的这么难找吗？我怎么记得以前祭坛就这么难找了？不是我下来的地方吗？就走过啦。我觉得很难找哎、欸，一五二六四，来试试看，丢。
好吧，不能用。我想说可以用透视。到底在哪里？我要全拆了，不要逼我。猪哎，就是你啊！这也来过啦，好嘞啊 ，JUNWEI 安安。怎么回到这里然后这边是我们刚挖的地方，傻眼。这里感觉是很像在这里呀、啊，可是就是没有啊。门都开开。啊，头痛，头痛，以后不找中介了。当时觉得中介难找，就是因为，就是因为现在找，我记得我很早之前找，随便找就随便到、欸，哎，不会像这样子、欸，哎，有一次啦，有一次是刚好马上遇到。哎，就那一次而已，然后之后找中介难找死了。
就来过啦。来过了。对，还是根本就在上面，我一直走下来，上面有路吗？怎么只有23个人看？他是上课上班的时间吼。哎，上面还没走过，不能在上面吧？我还白痴走下来，没事，不是没事，不是，这是哪里？笑。会这么贱吧？好，没有。这边走下来，我这边空的。哇靠！藏这边的哦。好的，我们找到了，各位观众，记一下坐标。一个人崩溃啊！等一下哦，9个，哇！要回去拿，
好不想打龙哦，等下再确认一下哦。好。哎、欸，我直接做金钻的金苹果就好了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现在拿不到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好，出发喽。啊、吃东西。紧张，先来去尿一尿，先来去尿尿。啊！哎、欸，打龙要准备怎么、啊？除了空瓶子以外，我要做龙，我要捞龙息吗？龙息真的是必要捞的吗？我总觉得龙息真的用不太到啊。它就除了龙可以拿到而已，不就没了吗？不捞又等下被子啊！你怎么不捞龙息？龙息很好用。哎、欸，我以前算这个坐标真的很白痴哦、喔。这就地狱跟那个主世界的只要除以八就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是每次算这个，你看哦，比如说这个嘛，开始推算就是每次我都加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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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加，慢慢加，加加加加。哎，
前的我啊。好，所以说多少？18158算盘，1580，不，1580除以归零，1580除以八，1978，1980。是往那边吧，嘿，没错。啊，需要建材。这个是打终结荣耀用的方块，然后。去拿石头，喵！我合成半砖好了，半砖儿，啊，喝太多了。利用现在练速碟，不可能会死，不可能。我本来是想叠半砖呢、啊，不然猪都踩在上面真的很烦。嚯、没补好就死咯。等一下哦。这样子。嘿嘿。哇，太悬空了吧！欸、其实不用走这边、啊，我有另外的想法、欸。等一下哦，这边不一定要，我们可以先去零的地方再看看，因为往这边，因为我那时候中介盖的那边嘛。有盖到啊！198负四，我们到零的位置再往右边挪。对不对？以后都只要走这条路就好了。负十，十是哪一块？嗯，这一块。
其实这都蛮近的啦。两格哦，我盖这么丑的哦。干，我好紧张哦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我要去接受事实咯，要面对现实啊！十一条鱼够不够吃啊？斧头用不到，那个力量药水，等一下喝了再用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情、欸，哎，我中介珍珠还是没有带。不是我没带，是我没有中介石，我没有中介之眼，所以我们要打安德。阿康，这不是安德吗？哎、欸，我要。早安，德达。四根对，低能哦。我靠，我怎么会这么低能的人呢、啊？我就喜欢骂你们这样。很远的呢。安德，是安德。就你让我丢脸，气死！
这样给我生什么？又是零甲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曼德。曼德，尴尬啦，曼德。没珍珠啦，你看，珍珠空了。该死，之前图书管理员狂升中介珍珠给我啊，以前的啦，那现在就不给，唉。哦，有了。这不就有了吗？以防万一，再打一只吧。干嘛？哦，哎，好像两只哎。哎呀，等一下啦，烦你。早，哎，剩一只，应该没有要带什么了吧？死掉就死掉了吧。我喝两颗是要干什么啦？干什么啦？稿子需要，打火机不需要，终结之眼，烤点鱼好了。
后天提报如果有缴钱的话，缴什么钱？哦，缴税了吗？缴税时间到了吗？靠！真是不安全的桥啊！看来真要不搬砖了。哦，专题哦，哦，原来是专题哦。好了，各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跳喽！哎，幸运呢，竟然不是在挂在悬空的，哦，棒棒！虽然是很棒啊，不过怎么有点中间啊？我总有一片边啊。哦，不打，当当当当屁呀、啊！声音好大哦！等一下，到底什么声音啊？音效这个调低好了，还是很大声呢。好，唠个。看有人从缝射进去是不是可以啊？不行。中了、欸，丢得上去吗？等一下我好像打跟智障一样，天啊！我看有人真的可以射进去，哎，怎么办到的啊？丢雪球？算了，不冒险了。乖乖叠，叠乖乖。
刚刚什么语言？我到！啊，那全身硬成这样子，好像真的不用怕他了。好，慢慢玩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啦。改宽吗？会啊会啊，我一定会改宽啊，只是不是现在，不会是现在，那个是闲暇时间才做的东西。爬去了。哇靠，这么疼啊！我吃就好了。没了欸，不行，好吵，算了，等下再包。好啦，慢慢玩。咻。啊！现在有这样子的哦。我就看到人了。偷摸我，死了！好了，挖干净。谁啦？好了，办完补习社的。总会顶杯王家，我知道会顶杯，我不知道顶那么高啊。没有想到会顶那么高，音乐设定。如果刚刚刚好在最上面，那他往最外面顶，我就死定了。
银河飞龙。你们要去中介诊干嘛？啊，等一下再去好了，我们先把东西整理整理。Hello， 这里是哪里？你的床椅是26251，要盖一个重生点呢啊！哦，还好我黑曜石还带在身上。真不愧是我，喜欢带东带西的。这样坐标是多少？刚多少？这样除以八，看一下哦，26除以八，四。-17，然后跌到 X4 去，盖一个家的门，不加啦，坐标00的位置。然后应该会把这一个给铲掉吧，这一面铲掉，然后在这附近盖那个生猪人的那个平台，因为后面我可能就改吃那个金胡萝卜，哈，胡萝卜。打完龙恭喜，没有啦，龙怎么就是没挑战性啊？都已经装备都弄成这样子了。最近海贼王新的内容我看得好爽哦，可是还是有些人不喜欢啊，我就觉得看得爽爽的啊。至于是什么就不爆雷啦，啊，聊天室也不要乱爆雷啊，有些人可能还没看呢。
哦 GG， 因为这是全砖，所以只能放这里。哎，好。要去中继的话，黑曜石了啊！哎，来，我们来修补一下这个诡异的桥吧。还是你们要去看中介城？玩这桥，今天七点再来补好了。我先回去吧，东西放一放。好的，如果哪天开台挖黑曜石，你们有想看吗？因为蛮多建材也需要黑曜石的。中介哦，可以加烈焰感做那个嘛，对不对？中介族。没差啦，反正我开我的，你们看你们的哦，完美。放这里，这里床铁镐，铁镐不需要。欸，那天看纸片有个 mod， 我很有兴趣，就是让村民有职业的那个，我看了好有兴趣哦、喔。怎么有兴趣法嘞？就是。你可以在箱子里面摆工具，那他们就会用相对应的工具去做事情，会挖矿啊，会采集啊，会砍木头啊。我们刚刚要干嘛了？哦，要去中介城的话，不带这个了。欸，我有点怕中介城了，因为我怕摔下去。然后这个。甘蔗塔我应该会拆掉改盖另外一种，因为这个有点吃，就是上下这个铁轨要对到啊。
我要使用的是因为我开始要用纸了。烟火，哎、欸，烟火怎么合？不就这样子吗？哦，对啊，怎么不给我合？北七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其实还好哎、欸，需要太多啊。好，没事，应该暂时不用改了，纸短时间应该够用。学校都说什么停课不停课，每天都在网上上课，嗯。好，那我们纸的来源有了，然后烟火的来源 OK 稳定，再來就是出发去中介城喽。我想一下哦，还要打几个安德嘛？因为如果飘起来的话。中介珍珠直接往下扔，你们看就是这样子，我常常挂在那边挂一下子就生这个东西。好啦，既然都来了，打吧。不对啊，这样才胸罩一而已耶。哇，这样才胸罩一，我还要打吗？哦，对，我这边应该会摆箱子吧，因为这边太窄了，不然就是，这边真的很难瞧哎，因为地狱门在这里，那时候没有算好，胸罩一也是 A B C D E 的一好吗？怎么会是一二三的一嘞？稍微失败的他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走到这边都不走下来。嗯，下一波突袭嘞！总是在这里。不要说灭村哦，我会生气哦。在哪里？
欸，不是他弟弟吧？怎么办？我觉得在弟弟耶。哇！啊，让突袭结束看看吧。哎，还有，卡在哪里呀？亚斯安安，铁魔像不是铁魔像，是猎声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啦，我的突袭嘞！你跳去哪里了？这里？没有啊。可以允许我开观察者吗？哈哈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到底身在哪里？问号？只是想……他怎么在这里？怎么会走来这边？我真的很怕哎、欸！所以我要把，我现在我要先把那边的床打掉，不然会死在这边、欸。哪里了？你说雅思吗？雅思是有钱人，没有啦，对不起，button。你不有钱吗？你们那天不是听说尬广尬得很开心吗？你骗我吗？骗我？如果这个要改宽的话，怎么改？改啊，因为只能往那边改啊。让我看一下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好像还可以，可以。你跟杰云是冲动的人，哇，中陷阱了，这么好笑哦！阿布，我中毒啦！有幻魔者，我要跑了，先跑啦！我、哦、剧毒哎、欸，这不是写中毒，是写剧毒哎、欸。
你很冷静，是捷云不在好不好？有谁联络得到捷云吗？快点，雅思说他很冷静。铁斧。嘿嘿嘿。啊，小远不是台湾人哦。你开在 FB 都没充那么过，那是因为你 FB 没有钱好吗？想骗我？我有听线人告状说，那是因为你不想在 FB， 嘿，详情我就不说了。太可爱了吧！我来玩玩看。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好了，身上有啊鱼好了。对啊，来告诉大家，真的不要盖在铁巨人塔附近，112个吧，还128个呢。不然，因为铁巨人上面这边有床，所以他们也会吃到这边的。啊，我那边那个深村民的又有床，所以判定到床去了啦。哎、欸，冲啥？繁体字不是台湾人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简体字。我知道聊天室很多人喜欢猫，但不好意思，他会杀兔子。你不是很会跑？我会跑。算你会跑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没掉线。好了，打完了，可是只有村庄英雄一吧，我记得。那我们去看看哈，放烟火了，耶耶！我放烟火。你要给我东西，给我钓竿，然后你是什么？没有哦。对啊，不是半价、啊，就村庄英雄一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中介城玩玩看吧，中介城。
没带方块。是啊，今天如果他设定会跟猫和平相处，我干嘛还不、啊、跟兔子和平相处，我干嘛还杀猫？对吧？好恐怖哦！友情的桥梁，请看菜渣精华啊！嘟嘟嘟噜嘟噜嘟嘟，是这里吧？等下还要砍个安德，有没有安德让我砍呢、啊？啊，好一颗。十颗星很少，用这个大家看吧。他偷我头上方块，我天哪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来这边好了。我那时候在那个哈基的空岛生存是这样子玩的，这样子，那个让集中。你要偷我方块？看一下啊、喔，你偷哪一颗？这个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在这边打。要偷方块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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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太好偷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目测估计这里。测错了，
啊，要有凋零玫瑰的话，还很难弄哎。好，我们先往一个地方走。好不想面对哦。我们往…… 我看不到东西耶，至少一个鞘刺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就往这边走吧。要材料够不够啊？不是啊，建材够不够啊？现场挖不是哦，我这材料也不是这个材料啦。哦，算了，你不懂，你不会懂。好啦，看坐标吧，这什么坐标这么难记？-336985。我最后一次来中介也只是之前哈记的那个啊，等一下哦，我，好，下去，全身装备就没了哦。因为几乎都没去中介啊，因为中介其实吸引我的就只有那个啊，安德塔而已，不安德塔啦，那个安德的经验区。然后对啦，那个 ATM 有下中介过，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安德很恐怖，你只要打他，他会让你暂时失明，然后你会变幻术。然后那时候的安德塔就是盖在坐标一的位置。所以那时候一环速一失明，我以为我往下摔，我那时候吓死。我现在小拇指按得超用力的，真的超怕死。对，来中介穿那么好的装备干嘛？不对啊，就是要穿好装备啊，不然被那个介夫喝打。
的，再来这个东西，我们要把水桶放上来。这个，好。目标是，哎，有飞船的哎，哎，这个好棒哦！第一个就找到这么棒的塔了呢。好，哇！一个人，可以做一个人。顺走了吗？我晚点再用撬刺过来拿吧。
你在哪里？你要被我抓到？喔，哪里？抓羊也不行。咦？如果跑掉了，欸，小马安安，哦，别别别别。在场有男的在看直播的吗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有啊，但是你想干什么？
这样过去会死吧？我不要。等下几点再开播？七点，晚上七点。看完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嗯，没东西哦。龙头要拿吗？有，还有哦。耶、yeah!！回城喽！我刚想说，来走回去吧。啊，对哦，有翘刺了。那还有哪边刚刚说要剪没剪的嘞？那一栋。安安，你是在我这边求婚姻的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月老呢。对，我就在听这个声音。你在哪里？你还在哪色？来了两只。还有戒符盒，
算了，不跳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在这里耶。哦，我好准哦。孩子。好，回去喽。好了，今天的中介之旅我们平安的度过啦，没有发生什么太大意外啊，这个要扔掉。我有挖中介石吧？哦呦，哎，哥莱花是这样种没错吧？
什么没有捞，没有弄的钻石、珍珠、珍珠、钻石、水、钻石、金锭、安哦，安扔掉，扔掉，扔掉。总剪刀在放身上、啊，哎、欸，我剪刀为什么要放身上啊？好，来副鞘刺、经验修补跟耐久。经验修补，哎、欸，有吗？好，没有。经验修补耐。就，你修补26块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打折？我村庄英雄没了。啊，算了啦，不缺啦，来，修补，耐久，打雷了。哦、wow ，这件衣服很重要。哇，阴天呢！呵，啊，怎么会是圣怪塔？啊，我要那个啦，我要去挖石头。剩下15分钟，我们就挖石头度过吧，因为晚点如果要盖那个。村那个吧，地狱的路的话，要很大量。哎呦，米1.5.2，单人游戏。没有啊，那个村庄英雄是永久的啊。
有一只蜘蛛一直在我附近一直结一个网，它已经被我破坏两次网了。我实在是不想破坏，可是不弄一弄它，它又会让我觉得我好像都没在整理一样。抱歉，你再结一次，我这次就不破坏了。我让你，我每天喂你吃蚊子。七点再回来，好，拜拜。其实也是怕辣的啊。哦，雅思被吃留言咯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就可以跟你们聊天了。也还好，你们也没打什么啊。手机跟电脑重整看不到雅思留言。雅思是说那个村庄英雄的效果，我刚刚逛逛中介逛到没有了。久没玩麦块了，都看不懂现在干嘛。现在在休息时间，在挖石头，然后晚点。七点的时候要去补中介，不中介啊，补地狱的那个走道，嘿。我也是啊，我很久以前就是开始没玩了之后，啊，突然出晴天了。我就是很久没玩之后，1.13海洋版本开始的时候就没玩了，因为那时候说重大改版嘛，海洋就是更新。啊，更新一大堆东西就都不知道，都没去研究，也没有去了解，然后都没了。就是因为那个 1.13 也是有夜妹的版本嘛，所以那时候也不知道夜妹是什么，夜妹怎么打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偶尔去巧克服里面玩一下，因为它的版本是 1.13 嘛。啊，然后那时候兔窝一群人就是决定盖在那个海边。因为那时候海洋版本，那海边又是那个有热带海域这样子，就那时候只稍微摸一下，没有去好好了解，所以那时候灵魂沙可以往上冲物品啊，然后那些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就哇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想的，然后那什么鬼东西啊？那后来就是1.10是。又出的时候，说是村民的大改版，
那就多了一大堆工作台啊什么的，就又更不了解那个是干嘛的，什么高炉啊、烟熏台啊、烟熏炉啊，反正后来就是，反正说啊，反正那个就是那样子嘛，反正就是先撇除干嘛用的，反正就是那是村民工作的东西。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利用，就是堆肥桶啊。因为其实去了解一下就觉得哦还 OK，啊只是说它一次大改会让人觉得很排斥。我也是啊，我一开始坚持纠结要不要玩，也就是因为东西一大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阿、啊、慧回来玩也是那时候玩那个疯狂世界嘛，然后那时候巧克力来跟我讲说什么，跟村民交易过一次就会绑住啊，有的没的啊，然后就去稍微查了一下说，说哇，现在铁卷塔这么方便哦，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。然后后来是因为想在那个轻松生存里面盖嘛，但是就是，真的要在那边盖，时间可能会超级超级久，因为要做的东西太多了。那现在轻松生存里面已经有3只村民了，所以铁卷塔就已经快可以出来了，只是我们要把村民往上运啊，有的没的。FB 常常会吃留言，我是切换账号视角才会看到。好，没办法啊，这个真的已经反应到不能再反应了。哎、欸，雅思，你那个头像不点开来看，我以为是兔子、欸，就是三色丸子，哇。喂啊，我好像没跟捷运讲。我说，因为捷运有问我说什么，首播可不可以超级留言？我说可以啊。然后好像没好像了。哦，对啊，然后好像捷运一直都没有时间，没有刚好工作时间吧，就没有在首播的时候都看它出现这样。我嘴唇受伤，好痛！可以不用试我常在别人的超级那个首播看到超级留言哦，不用试了。啊，有啊，我有被那个啊，前一开始的首播，那时候有人就超级留言我过了。啊你不是会那个吗？YT 的那个超级留言会有个上限吗？啊，如果你把钱弄到我这边的话，音乐那边怎么办？你就没得玩了呢，是吧？还是他那个上限是一个 YT 一个上限呢、啊？没有说是你的那个 YT 账号才一个上限。比如说你今天。这个礼拜就只能抖多少，而不是说你今天这个实况组可以给抖多少这样子。1750，哎，啊，一个礼拜嘞，一个礼拜跟一个月的量不是也有固定的吗？我每次看到你的名字，都会想到我以前玩《漂流幻境》，然后好像有一只红色的龙嘛，叫雅思，那个主线任务的龙。1周年，哎呀，还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月的啊？我那时候听杰云说，你直接把一个礼一一周的量全部弄光了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好恐怖。
我昨天12点前就睡了，啊，今天竟然最近一直爬，欸，应该说最近都12点左右睡，啊，最近闹钟响了之后又跑回去睡，然后这样子持续了大概4天吧，都12点睡，10点起床那样子，我一天睡了快10个小时以上，还睡不饱，欸，怎么办？雅思是菜市场，不是啦，我是说。我会联想，就像人家想到繁星会想到那个啊，繁星计划啊。阿伟解释说，我当时创房繁星这个 ID 的时候，是我国二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什么繁星计划啊，那时候只是觉得哦，这名字好听。然后那时候名字更恶啦，是直到大概高，诶。高二，对，过了3年，觉得那时候很饿的 ID，觉得太饿了，之后改回就改"繁星"2个字这样，所以闹钟才是装饰用的。我那时候也在泱泱，那时候更扯嘞，他的闹钟设了8个哎，从8点半、8点01分、02分这样一路设到那个。他要起床的时间，我跟他讲说，你这样设才有理由赖床，好吗？你要么就干脆一点，直接设一个就好，看你怎么赖床。闹钟设那么多，才有理由赖床啊。哇，挖了10分多钟，耐久度才耗这么一点点哦。每5分钟一个。不是啊，可是你这样每5分钟设一个，你起不是睡得更不好吗？如果回睡个回笼觉或什么，不是睡得更不好。设3点吧，你们通通都去设7点的闹钟，拜托，7点记得来看看我的台，这样就好了，只要设这个就好。要10点了，我们这边暂停。好了，看一下我们的业绩，不是业绩啦，看我们的。然后看这个，哎，还不错啊。哦，好大声，好大声，好大声！我5点吃饭吗？没有哎，我吃晚餐时间不固定哎。林子龙安安，晚餐时间哦，我看一下哦。有时候都是家人在楼下敲，就下去吃；有时候是直接在下面等。什么安全带啦？今天没车啦。手脚可以伸出窗外。傻眼，你们看，
欸，看不到，白痴哦，白痴哦。看这个啦，看这个坏人，今天应该是没车啦，我记得今天没有车的内容，我只是觉得今天很好笑而已。哎，刀子哦，好，干嘛？我虽然是乞丐，但我不会偷人家东西，好吗？不是乞丐，不是强盗。我是有对啊，我是乞丐，不是强匪，我是大盗、啊。今天只有好笑没车吧？打我！打我！你要交配？有了，漂浮一分钟，三块三个钻石，三个钻石。漂浮一分钟，你做漂浮药水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在水面上漂浮一分钟。没有。哦哦哦哦，我以为它是漂浮效果的那个意思哎。没有啊，它是坐船在水面上漂浮。好奇怪的任务哦。对啊，这任务好怪啊。直接开始在写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他说会做那个任务的人也很怪、欸。我是不知道怎么想啦，但是好坏哦、喔。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這我刚刚完全没有听到走路的声音呢、欸。讲错话，就是你讲错话啦。讲错话，你不知道这个是。这个是打什么文的游戏吗？就是他们可以控制那个蚕食、oh, 可以不招怪进来。打什么文？花钱招怪。打宵夜文的游戏。打宵夜文。宵夜文什么啦？什么文啊？听起来好饿哦。压的那个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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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公报私仇的那一款。我怎么被水咬了一口？吓死我了！水咬一口，因为有水怪，鼠人鱼啊，我被他呛了，我被水呛了，被他呛了，哦哦，他很凶，对，他呛我，哎呦，真的，他呛我，有任务是那个吗？我要去看一下，哪个？被水呛，有任务是从高处摔下来剩半颗星，有啊，哦对。有是哦，有这个任务哦，有啊，要满血，要满血哦，要满血哦。睡醒第一餐是早餐，好吗？满血啦，因为我现在是半颗星，没错。哎，我打字有勾勾哎，摔一下满血，然后重新去摔一次半颗。我不要，累哦，我觉得害怕。你要抓着刚刚好哦，刚刚好，刚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香肠。对啊，你看像一大堆全世界妈妈都在做小火锅啊，臭臭锅不是吗？自己想妈臭臭锅，对啊，什么臭臭锅？哎，我上次有看到爸爸的哎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有爸爸三爸臭臭锅吗？对啊，三爸臭臭锅，好笑，爸爸是悲惨吗？好扯，听起来好三爸哦，对，好三爸，而且我想到一个梗图，之前的梗图我真的是笑很爽。你说摸口那个吗？啊、不是，三锅臭妈妈。对、啊，就摸口那个、啊。就摸口那个、啊。那个真的是笑很久哎、欸。三锅臭妈妈。好甜。哎，这是真的有的哦。太多东西了。你会卡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啊。那个不是合成哦。因为我在跑图。碎啦。嗯，我就先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啊，看有没有村庄之类的。好，专业的。结果他就开始看铁巨人了。对对对，那找到村庄，在铁巨人旁边一直看着他，真的看着他，拜托给我。哎，真的花，拜托，给我花，真的不好给哦。这完全没解过，真的会有。对啊，真的不好给哦。我之前遇过，然后我还特别截图，因为太难得了，是还没有遇到。所有人送你花这件事情还是？不是啊，铁巨人呐、啊！别人送我花，我怎么截图啦？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截个图，等我一下啊。不是啊，现在吃饭大家也都是啊，那个餐来了，哎，先让我拍照，我要先把我的手机喂饱。餐来并不够，有人在试哦。你要叠二十。不是啦，22还23？没有啦，我刚刚是真的剩半颗星，然后猜赢家都猜太快了。22吗？好，我现在来做。不是，我只是乱圆哦。去他脚下，去他脚下，赶快把他
放快就打。不是，我发现我开车真的虽然很猛，可是我觉得 我比较像乱源哎，我就逃避团团的攻击。不是啦，他跳下来的时候，他脚下放一桶水。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要救他，不用救他，给他多死几次啊！啊，不用啦，给他岩浆就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子，这样等一下又有人会说我要去跟杰克告状。哦，对。哎哎哎，杰克，你有收到告状吗？没有啊，有人说一张告状、欸。有对对，有人说就是我们上礼拜就明明也没干嘛，然后就说要跟你告状，说好，我要把你们的罪行都要跟你们讲。对对对对，没有啊，我就没有说。所以你们收到告状哦？啊，你没收到啊？哎，报告小姐，我很期待的。哇，也要去顶撞？你刚是满血吗？我刚满血啊，满血然后变成半个星，哦，好猛、哦！可以去拍一下杰克肩膀，快去拍一下，去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！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我的真棒！然后我的真好。待会左下角跳时讯，然后说你怎么这么脆弱？哇，三个钻石哎，好赚哦！算算喽，那算了。哇，你知道当初这个任务我给过，是想说看有没有人会觉得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应该要分到一个钻石的啊！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刚有讲啊，对啊，大家都知道。最近玩生存才又回去补习。黑猫也可以、啊。那我跟你讲，猫杀掉会喷两条线，然后一条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我杀了很多次。我杀了很多次。我杀了很多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猫咪掉线很奇怪，就他们说想象就是那个兔毛球还是什么兔毛球啊啊！本性杀猫咪是因为那个吧，它会咬兔子。对啊，我经过的时候看到兔子肉跟兔子皮在地上，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追着猫在打、欸。那你会不会追着狐狸打？我没遇到，遇到的话一定杀。我就是这么生性凶残，还自己咬在嘴巴。对，咬在嘴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刚刚在吃？你刚刚在找这个吗？他帮你叼回来。我又回来了。对啊。你想听吗？我的鸟叫声。啊！我的。哦，三叉戟耶！三叉戟出啊！你没有拿到。快回去找他。快回去找他。这在哪里了啦？斜线 B A C K。太远了，他消失了。Back back。斜线 back back。你为什么学僵尸叫啦？不是，鹦鹉啦，鸟。我杀了你们哦、喔！那可以学杰克吗？那是一呀，那一。那杰克你失败一次，太屌了。呛到了哈，呛到了哈，这个好 M 哦，好，我解一下这个了，好 M， 好 M， 这个好 M 哦，可以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，对啊，今天这个好 M， 我喜欢这样的概念。有一侧的栏杆没放，哎呦，我掠夺刀子，给我，掠夺刀刀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是熊猫的头啊？不是熊猫的头哦，对不起，你是等一下熊猫头、哦，你看到什么？以为他戴铁头盔，很像戴铁头盔，只是他鼻子跟眼睛是牛，这真的是蛮像的。哇，这样真的是圈养起来，只有四个，我还在养一下，不然你等一下自己去拿那个，哎，刀子哦，好。干嘛？我虽然是乞丐，但我不会偷人家东西，好吗？好，是乞丐不是强盗。我是有对啊，我是乞丐不是强匪，我不是大盗、啊。但是有他的职业道德。对啊，我是要让人家施舍，我不会去抢别人的东西。要让人家主动拿给你。对。他的手链装没有说手链全套装吗？他没有讲啊。一件也可以。所以你只想穿一件，对不对？穿哦，穿哦。好啦好啦，去收集全套啦。你跟小雨借啊？哎、欸，你可以跟我借。你可以跟小雨租。做一颗钻石。出借服务。租借服务，那还是我穿过的哦。嗯，对哦。啊，有没有洗过？哎、欸，靠。哎呦，你是
在嫌弃什么？我每天回家都有洗澡好吗？我回家一定要洗澡、欸。是个干净的乞丐。对，乞丐合理。我还没有盖桥，我回家还是要洗个澡才能回家。会掉啊！欸、你背后还有啊？哇、哦！怕太多了吧？好险有防爆！我没攻，我没攻，我没攻，乞丐没有攻。我有，乞丐没有攻。乞丐要死了，乞丐要死了。没事，还有一个安德，还有一个安德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。哎、欸，还有安德，安德，你看到他了？我看到他了，救我！打他！他被带走了。啊，可以。你怎么突然打掉、啊？吓死人哦！打没有掉，不用讲。我有一次那个地狱门刚盖好，一进去然后直接升三次给我，吓死！好好哦，Price， 好好，马上可以解成就哎、欸，真的啊！牙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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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，太可怕！我那时候身上没有弓，不用弓啊，拳头就可以啦。对啊，你跟他打棒球啊，三只哎、欸，三黄灰啊，连打小天后哎、欸。你在说什么？是好吗？你看哈基不见了，没事。我找到一个哈基，你的车尾灯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就一条路而已啊，也不会迷路啊。不是，我很拼命在追，我追不上。我突然变龙叔，因为他车速比较快啊。车速对，合理啊。我都饿了，等一下休息一下。你是？我是帅哥，刚刚好，坏掉了。好了，没了，去吃饭了。好啦，我们晚点见啦。今天是巧克力的生存游，生存。大家晚点见咯。好啦，那晚点见，晚点是，我看一下哦。那先不能切画面，刚刚切了被你们看光光，不该看的东西。我看一下哦，哦，生存竞赛啦。生存竞赛，好，七点见。好，那我们晚点见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刀子，哦好，那晚点七点。哇，我虽然是乞丐，但我不会偷人家东西，好吗？好，乞丐不是强盗。我是有对啊，我是乞丐，不是强匪，我是大盗、啊。我真的不知道哥莱果是干嘛，到底要干嘛？你要交配？你要交配？那漂浮一分钟，三块。你要交配？三个钻石。漂浮一分钟，你做漂浮药水啊？你要交配？没有啊，你要在水面上漂浮一分钟。没有。哦哦哦哦，我以为它是漂浮效果的那个意思哎、欸。没有啊，它是坐船在水面上漂浮。哇，长出来了。奇怪的任务、啊。对啊，这任务好怪啊。直接开始在写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会做那任务的人也很怪、欸。